枪友们，这里是泰国曼谷，我是马达。今天史密斯韦森点38大左轮总体。感觉还不错，就是本来以为它那个它的后座比较大，本来还做了提前准备，就之前玩过那个机姐那把枪，这跟那个机姐那把差不多吧，机姐那把是点357，这把是点38的，点357那个要比这个点38的那个后座要大不少呢，至少要比这个至少要大一倍。而且那个点357的那个子弹，大部分都用那个真子弹，它那个弹头是铜的子弹，这种不一样，这种是、这个打靶训练为主，弹头是铅的这种。也许它那个填药量没有那么大吧，填药量也许没有那么大，它的后座也没有，感觉还不错，我是想买这把，想买个357。买个这个357的左轮玩嘛，点三八的好像那个后座吧，后座没那么大，还要再详细的我也不懂，详细的还得继续研究吧。一般到我手里头把玩时间长的我才了解，这种感觉就是比较沉重嘛，比较重一些，整体它这个枪身是钢的嘛。包括刚才那个握持感觉也挺舒服的，就是在出枪一会儿那种握持，它的后座没那么大，精准度还非常好，精准度非常好。待会儿下一把继续走。然后就是，如果你是想来找我来玩枪，或者是来学枪考认证的朋友们，微信搜曼谷枪火就能搜到我了，或者是你在那个私信里边直接私信我也可以，私信我的时候直接说明来意，你是来找我来玩枪的，或者是来考证的，要提前说明来意，别说什么你好和在吗没有意义的这样的话，直接说明来意就可以了，就是这么不会浪费时间，也不会耽误咱们的时间，不需要那种礼尚往来，你直接说明你的来意就可以了。感觉还是不错的，这把大左轮感觉不错。不过我还是比较中意那个点357的，我觉得那更好一些。那个点357那个子弹，我想让它弹药更那个通用化一些。毕竟我想买那个点357的那个左轮，那个科尔特的吧，那把好像是科尔特的那把左轮。然后那叫什么呀？温彻斯特杠杆步枪，它用的也是点357的那个子弹。还有那个有一个点357版本的那个沙鹰，据说老卡壳，不知道具体怎么样，要真是太不好用了就不买了，就考虑这三把枪它能用一口径的，这样很不错。
OK， 咱们下一把继续。